阿娇日前现身上海虹桥机场，佢孭住嘅名牌手袋非常吸睛，估计价值近40万。而唔少粉丝都有到机场接机，有网民上载咗一段影片，片中所见，一班粉丝一见到阿娇，即刻送上准备好嘅礼物，但阿娇想拒收。原来粉丝送俾阿娇嘅系公仔，并表示袋入边仲有一张卡片，但阿娇就话拎卡片出嚟就得啦，叫你哋唔好送公仔啦，我又唔系小朋友。有网民就认为阿娇嘅语气唔太友善，似乎有啲嫌弃。不过粉丝就纷纷留言为佢解话，认为阿娇只系唔想粉丝破费，甚至话有啲公仔入边仲有镜头，所以尽量唔好送啦。